凿花，所谓凿，就是用刻刀在画好的图案上一刀刀凿出来。相比剪纸，它的线条更加细腻流畅，在图案细节的处理上更为精妙传神。我们讲究那个圆，首先要圆，第二个要方，三要尖，四要线条要流畅。在拓户凿花的技法中，细节的地方，方圆讲究规正，尖角讲究锋利，线条舒展流畅；而在处理某些特殊部分时，则又讲究钝刀流拙，方圆得当，点线交融，巧与拙浑然一体，细微与整体相得益彰。这正是凿花与剪纸在艺术表现上微妙而又本质的区别。剪纸一般呢是这个对称图案，线条就粗；凿花呢有这区别了，是吧？它是这个细腻的东西呢，就凿得出来。细小一点的那种图案呢，要特别特别用心去凿，用那种小刀是特别锋利的，只要出一点点心，它刀就会偏，偏了就会断掉。刻刀是最重要的工具，它由一块刀片和一根细小的竹筒构成，而制作刻刀则是作为一名凿花艺人必备的功课。这刀子呢，要这个磨成这个样子，它这个细也可以刻，粗也可以刻，要弯一种弧度，这不能什么就鼻刺那么过去。凿花用的刻刀既要保证硬度，使其能轻松凿穿十几张甚至二十多张的厚厚纸层，同时又要保证刀的柔韧，弯、转、提、点都不会折断刀尖。因此，对于一块刀片，首先需要进行退火处理。杨贵军至今仍沿用着最为古老的操作方式。退火后的刀片需要两块质地不同的磨刀石，先用油石来磨制刀形，使其成为弯月带尖的形状。软的弯，前面是细，前面一细了就可以刻那个细花，再换磨石。这是油石，再换磨石。再换用质地更为细腻的磨石，对刀尖进行最后磨制，不出2分钟，一把刀锋尖利的刻刀就做好了。